我们今天来到新生桥下做街球系列第不知道二十多少集，然后我今天找到是跳远的国手，可以看一下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二十四，然后他以前也是超爱灌篮，超狂的，但是他最近比较低调一点，所以我们大概看看他会不会秀一手。网络上搜寻一下，可以找到他以前的影片，拭目以待吧。
我刚才打法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没有，我觉得就乐趣了，嗯，开心最重要。谢谢啊，谢谢啊。我们是第一次组合啦，临时约的。对对啊，本来还有约小马他们，他们先走。那喜欢的话记得订阅，记得订阅哦。拜拜 ，Sport。